持续学生，无论贫穷与富贵。我反对！你个负心汉，竟然不要我跟宝宝！渣男，如果我付钱了，哎，这样脸都快掉光了。又是石家的养子，真是不识好歹。你谁呀、啊？放手！你，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再鼓励我，画的不错。钱也太好赚了，可是学费还是不够。要是能突然变成老小姐好了。雨桐，其实你不是我亲生的，是 A 四首富的孙女。什么？大小姐，跟我回家吧。什么情况？这也太奇葩了吧！孙女，可算是找到你了。小时候你嘴皮哦，幸好你长得跟你妈妈一模一样。你真的是你奶奶？我已经给了你两个零用钱，他现在去环游世界了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。真的变成有钱人了。奶奶，听说小姐回来了。是你？好好听小姐的吩咐，婚礼的事儿你已经让池家蒙羞了，别再给我惹事儿。好，我先去休息了，中午吃了不新鲜的食物，现在有点不舒服。您注意身体。想不到你这个骗子竟然是奶奶的亲孙女。我那是工作，要怪就怪你自己没本事，人家新娘才不嫁给你。我才不稀罕，不过是场商业联谊。所以啊，别一副我欠你的样子，倒是你面相看起来不错。你买够了没？还有几层楼没逛呢。辛苦你了，小跟班。你给我等着，过几天奶奶要为你举办舞会，让我教你跳舞。那也不用穿这么高的鞋吧。真以为大小姐那么好当啊？你慢点。要不你还是别参加舞会了吧，省得给奶奶丢人。你女士，你购买的商品送到家中。天天就知道买买买，真怕池家被你败光。就这样跳不爽，我会跟奶奶说，让你不用跟着我了。求之不得。雨桐，好端端的干嘛买个冰箱啊？奶奶，我听保姆说您上次闹肚子就是因为吃了冰箱里的变质食材，所以特地换了这台荣兴全生态原型冰箱。它是蓝光 SPA 养鲜，可以延长果蔬存储周期，加上是全方位除菌净化，食物放在里面不仅新鲜还安全，吃起来才放心。真是奶奶的乖孙女，这冰箱的冷藏和冷冻还是上下独立制冷啊。对呀、啊，这样食物就不会串味了，而且冰箱的颜值也高，很符合奶奶的身份品味，还是519升的大容量，分区也合理，像您平时的补品啊、药材都可以好好储存。不错不错，最近荣升还有健康冰箱喊你狗帮的活动呢，我要藏起来了，奶奶来抓我。原来他是买给奶奶，还挺有心。你脚怎么回事？我最近在学穿高跟鞋，脚磨破了很正常，我先回房间啦。竟然没告诉你来干嘛？受伤也不知道处理一下。不用你管。我为我之前的话道歉，以后我还做你的小跟班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少爷和小姐还挺般配的。住口，我收养池旭是让他为池家卖命的，可不是当时女婿的。舞会快开始了，他怎么还不来？哼，你不是被对温了吗？还有心情来参加舞会啊？要我说啊，那新娘子也太不懂事了，不想嫁给养子可以私下说嘛，非要弄得人尽皆知。那是新娘没眼光。小姐，等会儿能邀请你跳支舞吗？还有我，还有我。我已经有舞伴了，像他这样的好男人我可舍不得离开他。至于你们嘛，还不够格。你对不起啊，我没想到那件事对你影响这么大。所以我现在邀请你跳舞的话，你不会拒绝吧？他只能跟我跳。你是谁啊？你的问夫。请问是谁叫代喝？愣着干嘛？还不过来。哦，池总真会疼女生啊，一点酒都不舍得让她喝，都不知道你那个前女友怎么就瞎了眼抛弃你。那个拜金女我早忘了。雨桐，你要的我都赚到了，别离开我好不好？
你要拼命赚的钱，他都动手指就能给我了，你拿什么跟他比？雨桐，我……你的样子真可怜。你现在这样子真可怜。他认出我了。当年那么潇洒的跟别人走了，怎么现在落魄成这样？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，没有义务回答你的其他问题。明天陪我去个酒局，薪酬任你开。你不会不敢吧？我是怕你给不起。非要穿成这样吗？我这不是在帮你吗？好让你找到目标。你池总今天怎么说也要不醉不归啊。不好意思张总，我的胃之前伤过，到现在还没好。不过我的朋友会陪您尽兴的。好好，来来来，干杯。来啊，喝。今晚我们不醉不归。苏小姐好酒量。来来来，再来一杯，再来一杯。喝啊，愣着干嘛？装什么清纯啊？不好意思张总，是他不懂事，快给张总道歉。别忘了你是拿钱办事的。如果你做的这一切是为了报复我，那么恭喜你，你做到了。今天谢谢石总带我见世面，不过有好消息我一定会告诉你。你先去缴费，我关了店马上就来。拜托你了。你这么拼命赚钱就是为了养个小白脸？随你怎么想。你干嘛？我赶时间。我已经功成名就了，为什么还是不肯选择我？为什么？真是不是的，我给你解释。你就这么一刻都不想跟我待？我可是辜负你。姐，妈没站住，走吧。到此为止。雨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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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雨池雪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